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养菌子兰的时候的一个施肥小技巧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正是菌子兰它孕蕾开花的时间，我们这个时候只要给它用上一种催花肥水，就可以让它呢尽快的抽出花茎来，而且还不会出现假茎的情况。我们都知道，啤酒水它具有一定的催花效果，里面的营养元素特别的丰富，将它喷洒菌子兰的叶片，还可以让它的叶片呢更加的油绿。那么我们加上凝霜二氢钾，它的效果呢就是加倍的。凝霜二氢钾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催花肥料，我们将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就是强强联合了。那么怎么使用呢？首先我们准备好一个这个水壶，将里面呢放上这个稀释好的啤酒水，1克左右的凝霜二氢钾，相当于刚刚好一小勺放进去，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，这样子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催花水了。我们可以每隔半个月给菌子兰呢浇灌一次，或者是装在喷壶里面呢喷洒菌子兰的叶片也可以，尽快的给它催花，然后让叶片呢更加的油绿。但是我们喷洒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喷洒到它的叶心里面，因为喷洒到叶心里面，如果呢水分不能够及时的挥发掉啊，就会导致它积水烂根，出现腐烂的情况。如果是长出了花茎，你还这样喷的话呢，它的花茎也会出现腐烂的。所以我们在用这种催花水的时候呢，最好就是灌根，喷叶的时候啊，就一定要注意不要喷洒到叶心了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